你看到、哦、他跑位置的时候他就卡住了，为什么？他这个齿轮啊、哦，你看，他这个弧也刚好把齿轮给包住啊，包住，因为这个不没问题的，这个设计因为有新轴、哦，可是有些设计没有新轴的话、哦，我要靠这个外圈来让那个定位，限制定位，好，让它定位。你看少一颗呀、啊？对，我在捡，那在旁边被卡住了。哎，那里面没有了，我待会找给你啊。我这边应该在楼上。大量买那个钉子、啊。哦，不便宜哦。对啊，不便宜呢。那个是我买的是不锈钢的，如果买那个一般的铁的哦，大概出厂价大概4毛钱，但是从大陆运过来。这个因为这个买不锈比较好。它、啊、是不锈钢的。因为买铁的都被凹，OK， 凹不得了。那、啊、因为我们今天做杯件，它可能有水汽，所以我才选择用不锈钢的。正常。哎，好 ，OK， 这个哈、哦，打蜡来，打蜡。